姓姚浩，嗯嗯，谢谢。天可不早了啊，嗯，你们要累就回家吧啊。是，没有家啊，怪可怜的啊，嗯，谢谢吧，嗯，这个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，很多。每年的封箱其实是最热闹的时候。是啊，一般这场的票，半年前就卖光了。是啊，而且。从下午三四点一下西直门桥，嗯，人票贩子就举着钱跟那等着，哎，这紧缺嘛。每次从那儿过都觉得特别的感慨，是我特别想摇开车窗把钱接过来。嗯，嗨，您感慨的钱不是您的，是而且经常走到这门口竟有砸我窗户的，哦，问我有票吗？啊，这些年我是真没见过票啊。嗯，谢谢各位，嗯，诚惶诚恐，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嗯，难得各位这么支持。哎，我们都老了。这年龄大了，真，嗯，再也不是二十出头的郭德纲了。你们这么骗我有意思吗？后台我看见孩子们，烧饼来那会儿才这么大，得几岁？张云雷比他还小，是。现在一个个都那样了啊，嗯，小伙子，看着很感慨，嗯，真的很感慨。郭麒麟，郭麒麟那会儿小胖子，小的时候，嗯，现在孩子瘦成那样了。啊，你我记得印象特别深，那会儿在后台，郭麒麟跟于老师的儿子，嗯，啊，一块玩啊，是是是是是什么是？他们都知道于老师儿子叫郭小宝，这个就说明咱这个人做好事不留名，行，留个信儿得了啊。那会儿后台他俩人玩的最好，嗯，郭麒麟跟于家这儿子俩人一块玩啊，后台。我们俩台上说相声，这俩人后台说聊玩呗。那会儿还小呢，就站台上就听俩人后台打赌，这都能听见。打赌谁输了死爸爸。嚯，怎么弄？真狠！到后台我就骂他们俩胡说八道的，真是，嗯，就玩出圈了。嗯，有没有说打赌死的是亲爸爸呀？啊，就别揪这个，有意思吗？您这个？哎，现在郭麒麟都二十二岁了，你瞧瞧，你别说，郭麒麟他弟弟都三岁了。哦，我那小儿子安迪啊，对，三岁了，很感慨，快感慨，从小教他，嗯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家其实是一个，嗯，挺古板的家庭，是吗？你看郭麒麟说那话其实是真的。哦，我给我父亲打电话，我也站着打，说我坐着跟我爸跟我妈打电话，我说不出话来，就我一定要站起来。到今天，我跟我父亲做一对联，我也不敢说翘个二郎腿什么做，门也没有，整个的凳子全坐上都不敢，就跨点边儿。这对长辈，我四十多了，我跟我爸爸还得这样。嗯，郭麒麟跟我说话也这样。哦，啊，其实挺跟别的家庭不太一样的。这是家风。你看人家家，你一进家，全家连老带小都跟地上躺着。这谁呀？我就羡慕人家家解放天性。刚打完群架，这是解放天性。这是什么解放天性？真的，就是人家的日子怎么过的？让人把家抄了啊！比不了，比不了。安迪也是，大名叫郭汾阳啊。从很小刚会说话，他不到两岁就告诉他，嗯，跟大人说话说您。哦，这敬语。就是我们家就是近乎残酷的管教孩子。哦，你是一岁半的还懂什么？说您。哦，说你不可以。是，没法弄。就这个，就现在三岁了，教他跟谁说话要怎么说，嗯，表情态度。规矩吗？哎，然后不许撒谎。哦，说瞎话不行。说瞎话，你说跟他是不许说谎，他也不明白。嗯，给他讲匹诺曹的故事。匹诺曹，哦，童话故事。说谎，大长鼻子。对对对对，小孩那信这个呀。对呀，啊，不说谎，说谎鼻子会长的。记住了，记住。嗯，好了，带他上动物园。嗯，一眼就看见大象了。哦，不要脸！嗨，大象不要脸啊？你这大长鼻子吗？这嗨，小孩单纯，嗯，啊，嗯。相声是语言的艺术。哦，什么叫艺术啊？嗯，艺是演员的能耐，术是把能耐卖出去。哦，还分着解释。有艺无术，那叫诈骗。哦，单有术没有艺，你只是一个生意人。嗯，一定是把艺和术合在一起。哦，最重要一点，相声要雅俗共赏。哎，我们经常说这四个字。现场好几千人，你怎么让大伙儿统一到一个频道上？这难了。雅俗共赏。哦，哎，你说的太雅致，文质彬彬。不像相声，哦，太文了不行。我跟于老师，我们是朋友。哦，啊，这个什么叫朋友呢？是啊，朋包括友，友不包括朋。我还得解释。什么叫好朋友啊？嗯，
啊，这个什么船房过屋啊，妻子不避，是一户一见交通爱线，就说相声这套当当当当当，你给人弄点文言词搁在这儿，是你是觉得你很文雅很有身份，但观众听着觉得太不口语化了，不生活，雅致是雅致了，真觉得没意思，听不惯，人家不会来听相声。哦，哎，那你要说的太俗也不行，太俗也不行吗？我跟于老师是朋友，这不俗啊，我们好哥们儿，怎么个好法呢？这怎么叫好哥们儿呢？对，你得解释啊。比如说，于老师吃屎，我会觉得他很厉害，那就是很厉害。比如说啊，比如说我们两个不是朋友，那又怎么样？于老师吃屎啊，也很厉害。哎，这嗨，反正啊，只要于老师吃屎，就很厉害。哎，听说我干嘛非吃那个呀？你看，所以说嘛啊，这个倒是很俗了啊，但太俗，观众也很难受。老说这个也不成，无与你焉有何话？这是辩证的，雅要雅的那么俗，俗要俗的那么雅。说的不错，这个东西它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。是，这么些年来跟谦哥在一块儿，真的很开心。哎呦，对，真的 啊，不光是说相声，其他的我也跟他学了很多。您除了那个唱摇滚唱歌，我是真来不了。嗨，我既不能摇又不能滚啊，我这两样都行是吧？他摇的差着啊，我就滚一个还行，没听说过。拍戏啊，做节目啊，我们哥俩也在一块儿，挺好啊。有人说说相声必须说相声，不许干别的。嗯，这是一个传统观念。哦，不对，过去说隔行不取利，是干什么就是干什么的。以前是这，但现在隔行专门取利。哦，取隔行的利，这叫什么呢？嗯，跨界营销。对了，有这么个新词儿。过去干什么就是干什么的啊。我是个铁匠。哦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你的手榴弹。铁匠做手榴弹，你是个木匠啊，你就好好的给手榴弹配把儿。一铁匠一木匠就给国防部都包了。隔行不许取利。哦，现在无所谓。我有朋友，嗯，卖糖的，糖果，红糖、白糖，哦哦哦，什么奶糖，嗯，沾糖的他都卖遍了。卖糖，现在人家改行了，卖什么了？卖胰岛素。这位缺了得了，这位，你这玩意儿这点钱不够他挣的，这帮糖尿病人都围他转，好，对吧？嗯，当然还是那句话，跟谦儿哥一块儿长知识。您太客气了，这是我认识的中国相声界水平最高的。您太捧我，上知天文，下知残疾。对，啊，我摊子是吗？说错了，这夸张云雷的话。嗨，下知残疾像吗？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也不敢。二十四史，倒背如流。我还能背倒背二十四史，跟我说，我心说我疯了，我信你那个啊，郭德纲，我二十四史倒背如流，这还要较劲？你看，嗯，你背我看看，背一个吧，史四十二，哎嗨，就背这四个字儿，高人呐啊，真的，谦儿哥，你看这些年你老看郭德纲跟人打架了，嗯，什么时候看谦儿哥跟谁打过架？哎，我脾气好，心态也好。是，从来没有跟谁对面交锋、争吵、翻脸，没有，不干这事儿。恨谁，反正也有仇人。那谁都有个不好的，把仇人的名字都写在孔明灯上，干嘛呀？亲手送你们上西天。嘿，好嘛，我这人心太窄了。这个家庭其实是很有意思啊，家庭很有意思啊。他是个独生子，是，家里四个孩子啊，四个孩子叫独生子，那仨是闺女啊。您说独生儿子那是，对对对，他家里三个姐姐，哎，一个男孩，所以他是个独子，对，还独子，独子啊，那骂人的话，独子，独生子，独生子，三个姐姐，珍珍、莲莲、爱，这《西游记》上收回来的是吗？不像话，不知道叫什么啊啊，仨姐姐接触的少，跟谦儿哥我们最好，那是，说相声里边最有钱就是他，怎么又我认识他那会儿。80年代末我就认识他，是于谦那个，哎呀，嗯，一见面晃得我都睁不开眼。什么晃？大金戒指，戴那么大金戒指，大金环，金干嘛？我刚耕地回来是怎么？半金，纯金的，在这戴着啊啊，那厉害哦，很厉害。哎，戴着大翡翠在这儿，啊，胸前戴一翡翠，
哦，那时候我就带翡翠。哎呀，我见过也好多啊，冰种的、什么这个那个的，但实话实说，没有他这块水头好。哦，这老坑的东西，跟绿的都不行了，你觉出那个水都荡漾，就那么好吗？走近一看，啊，风油精。哎，嗨，那没撒出来就是好事儿。我说怎么还荡漾呢？拴一绳挂脖子上。哎呀，驱蚊子呢那是。哎，就别抹了，别抹了。啊，这一抹一看，好人手上这大戒指。哦，大戒指，宝石的。呵，祖父绿的。啊，祖父绿的啊，那叫祖母绿的。祖母绿的是吧？啊，有钱啊。因为那会儿80年代末的时候，谦儿那会儿还在团里边上班呢。啊，对对，还有月工资呢。是，一个月挣800块钱。那时候是这样。我的天，列位啊，80年代末他一月挣800块钱。对，后来咱一想，对，应该他挣800块钱。我怎么就应该挣800块钱呢？有一个成语说得好。说什么呀？谦儿八百的。哎，嗨，您说这都不挨着啊。千儿八百的，就是于谦应该挣800啊。千儿八百的啊，那会儿啊，一大帮人跟着于谦混呢啊，都怕他呀。有什么可怕的呀？往这一站，弟兄们，哦，别抹了，行了，这再抹就不荡漾了。嗯，以后有哥哥照顾你们，没那么些蚊子，必须听我的啊，顺我者昌，哎，逆我者瓢，哎，嗨。好家伙，这两样我们家包了。嗯，不听话我就要诅咒你。还诅咒？组织人揍你。哎，没什么文化。我的外号是步行街。什么叫步行街？不行就骂街。你这都跟谁学的？这都是怎么那么乱呢？这厉害呀。 啊那会儿你像咱们那会儿北漂啊，啊，漂在北京，瞧见这个地头蛇一样的英雄。什么地头蛇呀？谁敢惹？咱还租房住呢。啊，人于谦已经有自己的房子了。是，那倒是。当然那会儿你让他买个别墅也是天方夜谭。那我住什么呀？他那会儿买了一套那个毛坯房。 啊就是不带装修。你先等会儿吧。哎，我租一黄色录像厅住着的。什么叫买一毛坯房？不带装修那个，那叫毛坯房。毛坯房你就甭捋这舌头了。哎，我就冷静冷静。哎呀，嗨，行了，你回来吧。啊，毛坯房。毛坯房。对，还有辆车啊。有辆车，列位还了得。又当年他开夏利啊，小车，开下半箱的夏利啊。半箱的？不是，怎么一箱？这两箱反小夏利啊，那就算不错了。那时候有车确实早。开车在街上啊，这么跑跑，警察逮一定是于谦。怎么就非得是我？因为没有别人呢，谁趁私家车呀？路上就我一人。那可不会啊！逮着！嚯！街道居委会老太太们也是逮于谦，老太太们在路口等着。哎呦，车一过来，老太太办他。哎，得，岳云鹏就跟他们学的吧？好，给谦儿给吓的，啊，给老太太给疼的。哎，对，还真办上了这个啊。嗯，后来这开始好了，换了个桑塔纳，啊，那就提升了。呵。后来他跟北京这查酒驾的警察们都熟。我跟他们怎么就那么熟？你看他嘚瑟呀，车一停，人警察吹。哦，前儿看看人家。嗯，我趁8000个亿，我有无数的房子，我们家可有钱了。说这干嘛？我还能再吹得更厉害一点。吹牛啊，让你吹这一气。那是净这个，净这个。要不开开车？哦，人警察拦着，于谦，干嘛老拦我？车怎么开得这么快？喝酒了吧？啊，叮，一脚把车踩住了。啊，警察过来，没等警察说话，哦，于谦抄起瓶酒来，看着啊，蹲，干嘛呀？哎嗨，先刹的车，再喝的酒。哦，呀哥，你给警察来一巴扎黑。警察看着他。嗯，下来。哦，我俩同事在你车底下呢。好家伙，感觉跟喝酒没关系。这个我们得有好几年没看见于谦。那是我进去了。那是后来放出来了啊，自己也说我错了，我要改过自新。哦，改过自新。一帮哥们儿得了，行，接个风吧。
哦，洗个茶。带于谦那个洗个澡。哦，咱泡个温泉吧。好好好，呼噜呼噜都去了啊。很遗憾，怎么到那儿这温泉泡不成了？因为什么呀？锅炉坏了啊。那是温泉吗？那个水太凉，都冻上了啊。是锅炉没烧。得了，找别处玩去吧。嗯，开车，有野生动物园。哦，去那儿开车，还是那么快。野生动物园，在里头那么跑，动物都躲的呀，都躲的。哎呀，都躲的啊。动物都比我明白。哗，踩在这儿有大象。是。于谦乐了。嗯。臭不要脸，谁说的？这是我爸爸告诉我，你撒谎。匹诺曹。去。啊，这两样别混啊，这俩人。不是，不是一回事吗？这不是，那不是我说的。啊，好吧，好吧。后来闲下来，我就劝他，嗯，我说谦儿哥，嗯，您差不多了，什么差不多？岁数也在这儿了啊，您应该干点正事儿了。您这劝的倒对，真的、啊，你说我这也确实是，皇上不急太上皇急是吧、嗯？什么俏皮话儿这是、嗯，没有那辈儿。怎么说？皇上不急太监急。是啊，你得往好处学，干点什么啊？他们老爷子也劝他，哦，谦儿啊，别惹祸了，哎、嗯，干点正事儿吧。对。我这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，哎，这嗨，别老说用用没有是吧？没有这话，嗯。谦儿想了，我要干点正事儿，这就发誓要拍电影。嚯，在我们这行里边说相声拍电影，于老师排的前三位。哎呀，没有的。你要说出去给人串戏去，对说相声来说不叫事儿。哦，关键人家要自己运作一部电影。哦，组织运作，先找编剧。从写本子开始，没有好故事怎么拍戏呢？说得好，于老师认识一编剧，是吧？这个编剧很厉害，怎么个厉害法？原来是个待业青年，哦，经过努力成为一个资深的失业者，哎，就是一直没工作呗，那就是，嗯，啊，在家里边写东西，笔耕不辍呀，一直在写，写了很多优秀的剧本，都有，比如那个《罗密欧与罗密欧》，干嘛同性恋呀？是怎么着？什么话？罗密欧与罗密欧干嘛呀？跟谁？罗密欧与朱丽叶，罗密欧与伽利略。哎嗨，不是什么，不是朱丽叶，朱丽叶，对，朱丽叶。哎，还写过一个古装的大片儿，叫《比越王勾践的宝剑还要剑的一个太监》，岳云鹏演的吗？没有这戏。好，这戏当年投资3500万，那时候卖了40块钱。哎嗨。那就是赔了呗。于老师找到他的时候，手里边正有一个文学性很强的剧本。哦，有本子了。哎呀，这个本子文学性很强。怎么？这名字就好听，叫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蛆。哎嗨，后边这半句太差劲了。把谦儿哥爱的呀。啊，我就是那个蛆啊。啊，行了行了，我就爱后半句是吗？这是献给我的本子吗？谁说的？要你这个剧本了，就要拍这个。哦，就买了。对了，哦，还得找导演呢。那没有导演怎么拍呀、啊？巧了啊，认识一个导演，我朋友关系也多。这个导演也是跨界过来的。他以前是干什么？以前是律师。哦，就是韭菜吃多了的那种人。你哎，你有没有上过学？嗨，什么叫律师啊？律师是一个工作。就是别人打官司，他负责车和的那个。这什么叫车和？撺灯。我去，那律师。哦，啊，对，律师，师啊，律师，对，律师，律师，对，那个手法啊，啊，那会儿在律师行业也是这份的，啊，顶尖人物。好多人求到他打官司，哎呀，这个人可能得判5年，您想办法吧。哎呦，他一介入，直接改死刑。哎，好嘛，往那边打的律师。经过他手，死2来个人了。哎呦，后来大伙儿联名给他从那行 K 出来的。戾气太重，哎，做了导演了，哦，就跑这行来了，做导演了，挺好。哎呀，还得找个投资方啊，哦，给钱呢。天无绝人之路，我又认识于老师，找一大投资方，谁呀？这主光古玩店趁40个，古玩店40个玩古玩的。你要说你趁报摊趁100个也不值钱，嗯嗯，古玩店趁40个，好家伙，连锁的，哦，店门口金字的牌匾写的什么呀？古玩2元店。哎哎嗨。哦，卖什么的呀？这是进门给你塑料的钳子，哎呀，里边拿，出门结账，哎、得一斤多少钱？哎，不如馒头值钱。那是，还趁一个运输公司。哦，这运输公司还可以，就在北京雍和宫的外边，那运输公司是人这老板的。城里边啊，雍和宫的外头啊。哎呦，什么公司？宫外运是吧？我嗨，不怎么样。雍和宫外头的运输公司。哦，
给于谦看拍戏用多少钱，你说他给看我的存单了吗？啊，1亿8000万，我的妈，看见了吧，眼睁让你瞧着，嗯，都存在儿童银行呢。哎，不是他这么说我就信呐，信了啊，万事俱备只欠女一号啊，这得有，你看有人给介绍了，你看都介绍一个女模特。哦，模特好，可惜就是还是车展的模特，车展的模特也好看，叉车车展，哎，叉车车展的模特是模特就行。之前一直是农用三轮车的那个模特，哦，这还提升了一档。后来提升改叉车，姑娘挺好，就是有点罗圈腿。罗圈，那这在镜头上不算包贬，反正罗圈腿稍微大了一点。怎么罗圈？反正要穿个旗袍吧，这俩腿在外头。好家伙！哎呀，这坛子成精了，这是啊。俩小腿在外边支着。哎呦，倍儿圆。嗯。背上个发动机就是车。哎呀。啊，改汽车了。跑得快。那是。啊，突。啊，就看着就是个。试戏的时候跑了，你们都吐了。哎呀。好多人看他都晕车。好嘛，哎呀，太棒了！哦，脸长得还行，哦，脸还不错。如果整容的话，只需要2块钱，那不错。哎，1块钱、啊、坐公共汽车去，嗯，大夫说弄不了，1块钱又回来了。哎嗨，没有必要再动了，那就是。嗯嗯，万事俱备啊，谁演男一号？谁男一号？只有于谦老师。我投的钱。他心里边有想法。我想什么？进这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潜规则女一号。我潜规则一汽车，你合着？择良辰选吉日，开机就是今天了，这就动手，各部门准备。你瞧瞧，头一场戏，开拍，女孩背着男孩跑，嘿，见长。姑娘准备好了，啊，旗袍都撩起来了。那是，于老师趴在后背上啊，姑娘准备，出去1分钟，3环转2圈、啊、好家伙，交警们这通喊呐，喊什么呀？快接着他吧！怎么了？于谦又玩独轮车了！我去你的！